咱们这只边牧啊，是从广东佛山发过来的。首先说一下啊，以前我跟大家讲过，狗狗在做空运的时候，里面不要放什么玩具呀、什么垫子呀，它以前用的东西啊。有些人总觉得放一点它以前用的东西会让它安全一些，其实这个环境啊，在大环境下，给你所放的玩具给它没有太大的帮助，也会让这里面特别脏，这个味道就特别大。哎，你看这放的这些玩具其实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啊，而且很危险，因为天气热的时候这里面还会放一些冰块什么的，会防止它中暑，你会让它这里面特别狭窄，看到没有？昨天带回来这只边牧啊，它是来自广东佛山，因为它的主人有事情要在我们这里寄养半年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只狗它的暴冲行为非常的明显，而且昨天我试过很多次，在开门的一瞬间它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嗖就出来了，根本就管不住。这就是从小主人没有给它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么一个行为训练。那今天啊，咱们要带它去洗个澡，因为昨天来的时候箱子里特别臭嘛，还一点点的试探你的底线啊，看没有？嘘，他在试探你的底线，边牧很聪明的。嘘，他用讨好的方式来获得你的认可，就是允许他这样去做。No。在他安静之前，不要给他任何的抚摸，包括任何奖励。来，看没有？这绳子还带，刚带上，还没有。他在不停的挑战你的底线。走，坐。其实他什么都懂，他就是不愿意服从。刚才我给他带绳子的时候，他用牙齿就是掐了我这个手一下。其实这个行为啊，它是一个什么前兆？当他有一天如果特别强势以后，他就开始力度越来越大了。怎么样？看没有这个？
牧犬这种行为非常普遍，这是从小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化还有脱敏训练导致的。接下来这个吹风是很难的，谁不怕被咬啊，是不是啊？大家看我身上的汗啊，一半是累的，一半是吓的。对于这种狗啊，就是特别的小心，你不小心咬了你，那谁不怕咬啊，是不是？反正在我们这里出去的小狗没有这样的，但是它从小就要接触这个过程。比如说吧，所有的小幼犬在第一次洗澡的时候，基本上百分百都会抗拒，而且害怕。但是你不能由着它呀，你不能说它怕这个就不让它洗了。零点在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就。估计是这个脱敏训练没做好。从当天接到它，第一次给它带绳子，我就看出来了，这只狗太强势了。我猜测它洗澡肯定不好洗，果不其然。这就是啊，这种边牧这种狗，聪明吗？也聪明，但是聪明的同时也有一些副作用，就是太聪明了，它就想方设法去控制别人。像这种控制欲望非常强的狗，它在跟其他的同类一起玩的时候吧，特别容易挑事儿，因为它支配欲望太强，总是喜欢去惹事儿，去挑起斗争。所以养边牧的朋友啊，你一定要让这个边牧从小有一个好的社会化过程，一定要有，要不然长大以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接下来这只边牧在我们这儿不是要寄养半年吗？这半年当中我们可能要持续的会对它有一些引导。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情况，就是这狗狗从小在家里长大，家里人啊惯它惯得没样子啊，总感觉没什么事儿，一只小狗嘛，是不是，它能怎么样？结果长大以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咬人行为了，弄不了了，交给训犬师。交给训犬师以后又感觉，哎呀，你们怎么收费这么贵？你要知道训练一只护食的咬人的坏行为的狗有多大风险吗？训犬师的工作，他付出的精力和时间要一定要跟他收入成正比才行，要不然他宁可不做。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，狗狗在小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初步的社会化训练、脱敏训练，这是你在给自己节省成本，要不然将来这只狗出现了坏行为以后，调整的成本花费的代价太大了。